们租上了单车，这里的单车呢，一天只是40泰铢。我们一家人总共3辆单车，然后Esther跟着他妈妈，就够了，现在发了。它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岛，整个岛上也只有一条环形的道路，所以说沿着环形道路的方向一直往前开。从码头过来，然后离处大概也就是50米到100米的样子。这里有一个活的鸽子，我想疫情期间关门了。妈妈在头，前面带路，带 Edward 之后，垫后，中间，我把垫后。我们到了第二站，这里有个沙拉滩寺庙。这里是沙拉山学校，沙拉山学校应该是岛上唯一的一所学校。Excuse me, excuse me, yeah, thank you.给日本的游客，马路边的茅草屋。这是一个榴莲园，里面现在有100多种榴莲品种。我出门关了，然后不能进去了。嗯，扫一下。哎 ，Esther， 这个小象好漂亮，这
石头做的。大理石做的这个小象，这个小象好漂亮，可以往上骑的哦。下来吧。这路边呢就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咖啡厅，这咖啡厅又是 Tattoo Studio 做纹身的，那么非常有特色，挂了很多小的牌子，告诉人们这个是 Tattoo， 这个同时可以喝咖啡啊。现在没有游客，到了这种农家乐风格的路边咖啡厅，有点原始风格，茅草搭的，那么五颜六色的小标签也是挺吸引人的。你想看看地图，它这是后面有图案。都是用那个摩托车或者电动车，这是一个迷你加油站，然后有时候可以像自动的，都没有人在这里看管的，来，还是投币式的，看见没有？五块钱、十块钱还有100块钱。